是什么呀？怎么那么贵的啦？贵桑桑。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昨天我记得我们是接到要去找土老鼠，今天也让大家看看我们是怎么清理这片土地，净化这片土地。在哪了呀？Die Amanai-Höhle. Aya und ich kamen als Kinder oft hierher. Die Banditen sind da drin. 洞穴在哪里呀？上面。那只是我的鸟吗？不是吧？哇塞！阿玛奈伊洞穴，觉得我应该先去开一下那个鸟点。什么鸟点啊？在讲什么？瞭望，瞭望点，实在太远了，算了，放弃。等一下，那是什么？可以呀、啊！我等一下，这有点多汁。看我的天才小猎手，哎，没射中吗？不是，我刚刚明明就开枪，明明就射箭了吼，这肯定是他的系统的问题啊，这不能怪我啊。等一下，弹药耗尽是哪招？我这样就没有箭了吗？等一下，这也太少了吧。等一下，这也太少了。我就戳了两下就没有箭了。是，我的箭袋里面就只有。我的箭袋里就只有15把箭吗？会不会太夸张了？箭袋，我有没有造箭术？我这个这话感到有点为难啊！我这个我就只有15把箭，我这个真的是。
我玩猎人，他玩魔兽世界，他好歹……下面就是重训嘛，那我是不是应该从中间？我玩魔兽世界，他好歹都会给我个16个箭袋什么的。哎，我应该要走哪？我记得刚刚有看到一个地方是可以……我记得刚刚有一个洞穴可以直接跳下去啊，是哪？哪？这里。Wenn ihr diesen Bauern noch mal seht, bringt ihn zu mir. Ich will ihn befragen. You play, 真的 play you 哦。是我可以跳下去那个吗？刺杀吗？怎么了吗？跳一个刺杀？啊哈！哦，我觉得不太妙。我死掉了，有点困难呢。等一下，我以为跳下去就可以自杀了。跟我想的怎么不太一样呢？再来一次，就不信。家伙没死，看来他的记录点是没有包含那个，那我不能捡他的东西，他是没有包含那个刚刚我宰杀的动物的。是不是击倒就不能捡他尸体？一定要刺杀才能捡他尸体，击倒好像没有尸体可以捡。略有那么一点小气。刚刚是不是就是要揍我的？过来。好重，过来啊！活下来了，我活下来啦！痛痛的，但我活下来。先去把刚那个尸体给捡。Shift 错 F， 可是错 F 按起来不顺手。
铁跟轻型弓，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换一把？看一下，先来，来，看一下我接下来应该去哪里。这里好，下面像不少人。哟，那这里没有路哎，那我应该走那一边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擅长躲在草堆里面，偷偷暗算别人的。我好像看到一个斧头，还是我错觉？下面有一个宝藏，来试试错加 F。 奇怪，这不是刺客教条吗？为什么会这么的？好像真的很有大招的感觉耶。Das war's. Die Banditen kommen so schnell nicht zurück.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先搜刮一波。这个游戏叫做刺客教条，真的是对刺客有什么误解？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像杀手那样子，那才是真正的刺客嘛。你们不觉得我玩杀手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吗？哎，还有一个香味呢。我刚刚好像有打到一把武器，好像没有。你有？诶，我三级了。你有看过我之前打那个吗？打那个吗？杀手吗？什么？你现在不觉得吗？我有没有完成我的任务目标啊？我的任务目标应该有。制作胸甲。哦，原来这个是用提升的。对啊，我 Titman 我可是完美最高难度通关好吗？让时间流逝。哎，这个就是我需要的嘛，空中刺杀。蓄力攻击。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能力点数不够。The perfect person. 我自己感觉我能够完成杀手完美通关，我自己觉得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哎呦，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我要砍他。Die Bauern brauchen sie dringend. Ich bin sehr dankbar, Bayek. Es ist, als hätten wir unseren Magi zurück. Schön, dass ich helfen konnte. Möge Amun mit dir sein, Sunny. Kann keiner. Das ist so. Kann keiner. 杀手一跟杀手二我都有玩，新的我倒是还没有。拯救特勒蒙，他应该有出新的 DLC， 可是我新的我还没有去看，我很久没有玩嘞。我过两天等我把这个刺客教条搞定了，我去看一下杀手有没有出新的 DLC 好。如果有的话，我就把它。哎，前面有一只好可爱的鹿！哇塞，这个公鹿是这个样子的吗？哇哦，哇哦，这个公比刚刚给力很多了。哇塞，等一下，这个鸟那么凶的吗？是一只山羊，别跑！别跑啊！我打，看我天才小猎手。你不要跑，你不要跑，我得跑太快打不到。他这个瞄准距离太近，我反而打不太好。这是一个真正的猎人游戏。我刚刚要干嘛？完了，我都忘了。这是什么？我们去解那个任务好。虽然说，我觉得我应该要稍微打猎一下。嘿，我觉得我应该要稍微打猎一下，升级我的装备。他那个杀手，他不是那个最后剧情演到说，那个他的那个主管的家人其实就是杀手当年干掉的吗？不是演到这里吗？他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新的，我很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哎，没打到吗？电影是他的后续吗？我不知道电影是他的后续。我有看到他的那个出电影的那个，我好像是看巴哈有看到。真的哦，那我再找，是上映中还是已经下片啦？前传。哇，这还不棒棒的啊！真的、哦，那我可能得要想办法去找找看，获得成就，动物猎杀者。哇，没办法，去接任务吧。动物被我杀光了，哎，好多只，哪里跑？嘿，我又看到一只，好像没打中。玩杀手游戏，杀手游戏
剧情不是也挺重要的吗？毕竟我是一个剧情向的玩家。前面应该是我家吧？那我们应该是要去解任务。呼叫赛。讲真的，这个鸟对我的帮助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我一向是走杀进去弄死他的那个风格。确认目标位置，最好是有那种东西。我不相信的，你就是想骗我玩黄道吧？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打喷嚏，然后下午的时候非常严重，一直流鼻水，然后鼻塞非常非常非常严重。晚上现在倒是好多了，可是下午的时候非常严重，完全没有办法讲话，那种一直鼻塞打喷嚏，不知道怎么着，不知道是不是感冒，然后我就嗑了一包福茂热饮。啊，请说。阿蒙神殿，三个宝藏，让我来暗杀一下，看我表演。哇塞，有两个，我还不吹口哨把一个人引过来。我不要两个都过来，这有点尴尬。一个就好。Hey, is there anyone? 边吃啥？ Hey. 最近的话，我推荐番茄，因为最近好像番茄的季节也快到了，所以最近推荐番茄。然后礼拜四是我有夜市，所以礼拜四是糖炒丁子。然后我刚刚在网络上请了代购买 Costco 的白巧克力。不，毛豆不是一个适合一边吃一边打电动的一种食物。你要考虑到用手吃毛豆，手会脏脏的。东西吧，所以毛豆不是一个适合一边打电动一边吃的东西啊。要一边打电动一边吃，你就是要选不会那个的，不会沾手东西。所以我刚推荐的都是属于我常在吃的，不会沾手的。然后又很好吃的东西，上爬。而且你不觉得吃毛豆人感觉有点恶心吗？你要想，毛豆人，换句话说，这是有人帮你剥好的毛豆咯。那帮你剥毛豆的人有没有洗手呢？
人吧。下面有人啊，乖，我要开门。Geh, schnell! Wo ist Teremun? Ah, bei Amun. What? Er lag seinen Wunden. Teremun ist... Die Familie wird ihn anständig begraben wollen. Ich habe noch nicht gesagt, dass ich meine Bauten habe. Wir lassen Teremun... ...noch ein bisschen.听到附近传来，我往上走好。不是我觉得人家帮你播好，就觉得怪怪的嘛。我不太能够接受这种食物有人帮你播好的感觉，你理解吧？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自己剥才好吃，二方面我真的不知道，帮你剥的人他是什么状况。增援正在前来，什么？连这个游戏现在也流行增援吗？我还不找个地方蹲一下。他来一个我杀一个。突然就很有看门狗还是杀手的感觉。我还好欸，我也有啊，之前玩那个什么游戏的时候我就一边吃番茄。今天我是没有买到番茄，我今天可能天气太冷了吧。我今天本来也想要买番茄来吃，可是今天我常买的那个水果摊没有开。所以我今天没有番茄可以吃，有点悲伤。所以我刚刚才会愤而下定 Costco 的巧克力啊，就是因为今天没有买到番茄。增援呢？说好的增援呢？看来增援就是那个家伙，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放掉他？哇，那个爆头超帅！哎，这里好像有路可以走。他不过来，我真的是，只好我去找他。哎，这可以拿，这样。该说话不要放过。来了来了来了！哇塞，等一下，这里有没有个人？还不中了，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尸体搬进来？可它还不是尸体。哇塞，它前面人有点多。我这看这人有点多，等一下，这个人有点多。他落单了。
哎，他怎么看到我的？来啊，你过来啊！等一下，这个四级，难怪我怎么觉得他打得那么痛呢？啊！失误，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躲了一个四级的。唉，好吧，看来我们。看一下从哪里开始。我车在哪里呀、啊？我还是我要先把他的遗体搬回他的农场。哦，他好像不让我过呢。迪拉，哇塞！这里人有点多，前面人也太多了吧。这个我可能搞不太定。但是他刚刚call他的伙伴，不要动啊你！告知耗尽是什么鬼？没得搜刮吗？先去看能不能把我刚刚的尸体给解了。竟然不掉东西，
么偷不掉东西。哇塞，又来一个，两个。我真的很需要补充弹药。先进来这边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这个都不能捡吗？啊，因为这边我捡过了，完蛋，刚在想我应该先把遗体搬回去。之后再来复仇啊。等一下，这个时候还可以骑马的吗？等一下，哦，哦哦哦哦，可以。像走错路了，它可以自动跑吗？好像不行，好吧。送他回家。一个两级的任务怎么那么难？这我该怎么走？寻找并杀死。这个导航到底可不可靠啊？上Was haben Sie mit Telemons Hof gemacht? 啊，特勒蒙的农场。Ich bringe traurige Kunde. Wo ist Isa? Sie liegt hier mit ihrem Sohn und ihrer Tochter.Die ganze Familie? Leider. Auch Telemon scheint den Preis für seinen Leichtsinn bezahlt zu haben. Ich habe ihn gewarnt, dass Aufsässigkeit nur Qual und Leid über ihn bringen würde. Was ist passiert? Sie haben die Soldaten kommen sehen und sich im Keller versteckt. Aber die Soldaten brannten das Haus nieder, um ihnen eine Lektion zu erteilen. Ach, tut mir leid. Leg die Leiche hier ab. So können sie gemeinsam in die Duat reisen.So viel Tod in der Oase. Wir können sie nicht mal anständig begraben. Was? Das ist nicht deine Aufsässigkeit, die dich getötet hat, Senni. Es war Ptolemäus krankes Regime. Er ist ein schlechter Pharao. Ptolemäus. Mögest du Frieden? 家族团聚，天啊，这是什么？好残忍的任务名称啊！家族团聚。治疗者，我们去接点任务，升个级吧，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故事背景。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把远程，好像没有比较好。
刚刚我说想点什么？蓄力重攻击，盾牌借鉴。爆头经验值，我觉得我还蛮需要这个东西，毕竟我是一个专业的杀手。我在想这个视角到底能不能往后拉一点，我看这个视角我看得有点痛苦，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视角拉远。应该不是这个吧，它这个是视野，我想要的是视角。先这样，希望今天3D 运的状况比昨天好一点。昨天真的是有点不行。Rabia. Baye. Wie schön es ist, dich wieder in Siva zu wissen. Du hast Zeno wieder gesund gepflegt. Ich dachte, ich sehe sie nie wieder. Sie ist ein zähes altes Mädchen.Wie du, hä? Bayek. Epziffer sagt, dass du die Dorfbewohner heilst, so gut du kannst. Es würde mich freuen, dir zu helfen. Es ist freundlich von dir. Mehr auch heute, ich würde nicht üben. Ich kann immer Hilfe gebrauchen. Die Soldaten sind Grobiane. Fast jeder Dorfbewohner hat Schnitte, Prellungen und gebrochene Knochen. Um zu helfen, habe ich ein notdürftiges Peramk in den Tempelruinen errichtet.Freunde bringen mir Arzneien aus Yamu, aber jetzt halten die Soldaten jeden auf, der ins Dorf kommt und stehlen die Waren. Also versuchten wir es stattdessen mit Booten. Aber auch die wurden aufgehalten. Sie haben die letzte Lieferung versenkt. Medizin verschwindet am Boden. Ich hole sie für euch. So, ich muss jetzt dorthin. Bring sie zum alten Tempel. Ich muss jetzt dorthin.我只能说玩这个真的就是顺便可以练一下德文听力。我没有剑了，我也想打他们，可是我没有剑，没有剑我好像逮不到他们。清水哇塞，还有呼吸值，我的天！上面的是干嘛？我觉得像沉船这种东西，通常都在湖的最深处吧。哇塞，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什么都看不到，等一下，我真的需要鸟支援。那是什么？这个这个我觉得我的鸟什么都看不到啊。
这个，然后这个鸟也看不到东西啊。还是不是那个？那不是那个，就是水面上的小船啊。等一下，进食中，这是鳄鱼吗？好像没有东西。难道说不在？哦，这个湖有点大哎。等一下。这个状态有点好笑。从沉默的船上去的陶罐，对啊，在这里啊，在我这附近啊。我直接下沉去找好。我就不信了，我直接贴到湖底，我还找不到。刚刚看是都在这附近。在湖底。往前游，照理说好像会有一个。赛努就不会游泳哦。好像什么都没有啊。哎，等等，我好像看到前面好像有。哦，只是比较高的水草而已，不是船。不行不行，要断气。哎，那个是不是船？哦，等一下，它快要溺死了，快要溺死了啊！哎，等一下。看来刚刚是我飞太远哦。原来是这样子，赛努的正确使用方法。太不科学了。太不科学了吧！老鹰怎么可能会，老鹰怎么可能看得到海底的东西？它又不是什么尖鸟之类的东西。差点我就溺死。我知道老鹰视力很好，可是水里的东西老鹰也看得到吗？不合理吧？这水那么脏。它如果是什么清澈的水就算了。这水看起来超脏的，感觉就是充满了尸体的水底啊！哇塞，等下这个水底是怎么回事？许愿池吗？这个怎么水底到处都是东西？哇塞！我要住在这里，我就每天在水底游泳就好了。
哇塞，这是什么地方？神秘的哇塞！哇！等等，这里有自己有办法呼吸吗？没有，摇手要死掉了。在死之前要死掉啦！天哪，我也跟着喘不过气来。好，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捡到了些什么。哼哼哼，刚刚捡到了什么呢？里拉奇，还以为是装备呢。牧尘皮带，玩具小马。看来，这是什么药物馆？守护者臂章。好，再来。继续捡东西发大财哦。这边好像没有东西。这有没有速游啊？有没有快速游泳啊？我记得以前玩是有快速游泳，还是那是古墓骑兵？记错了吗？快速游泳是古墓骑兵对吧？那所以这边看来没东西，好吧，我们也捡完东西了，我们也捡完东西。苏瓜宝藏，这里还有宝藏。不要急，让我再搜刮一下。在哪呢？照理说，它显示有三个宝藏。应该就有三个宝藏。在哪里？是吗？在底下吗？先上去换口气。好。我要怎么拿到底下的这个？这里可能来过了。底下还有。我觉得应该要有游戏出一款那种潜水寻宝。然后赚钱方式就是你要花钱升级装备，你就可以潜到更深的地方。喘不过气，喘不过气。
刚刚我拿到的是什么？剑吗？哇哦，看起来超棒的。去回个任务。海鸟包可不可以猎杀？试试看。好像砍不是很到。哎呀，跑，让你跑。还有谁？这只不是我干的。不会游泳，还硬要。哎呀哎呀，跑跑跑跑跑。话说我看到还有可以收集树木的，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是收集矿石吧，运输中。难道是我要去劫车吗？但他为什么写运输中？去劫劫看。在哪呢？哦，好像真的是劫车哎！什么情况？我只剩木头，我怎么就劫车了？快住手！啊，我的马不受控制啊！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我的马卡住了！快跑，我快跑，我快跑！我找个地方躲起来。躲起来！哇塞，后面那群人会特别可怕的吧？我还不跑。我找个地方躲起来。我躲这里好了，躲着。有那个什么，就是你已脱离警戒区之类的那个吗？他有没有你已脱离追捕的那个标识？
还是我就要一直处在这个被追捕的状态？不可能吧。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放倒那个家伙，只要他过来，能放倒他。过来啊，你过来啊，你再靠近一点。还有谁啊？没有，没有了。没有的话，我就去解任务喽。Was ist passiert? Warum sind die Kranken nicht in den Tempelruinen? Wir Soldaten haben uns hinausgeworfen. Obwohl ich den Nomarchen für die Tempelbenutzung bezahle, kommen alle paar Wochen Soldaten und nehmen uns unsere Medizin und Vorräte. Es sind immer dieselben. Sie nennen es Tribut, eine Steuer für die königliche Armee des Pharao. Wir haben kaum das Nötigste, um den ganzen armen Seelen zu helfen. Asgaia, sei unbesorgt, Rabia. Ich sorge dafür, dass sie dich nicht mehr belästigen.现在我是要以我一人之力挑战整个地区的士兵吗？ Halt! Bleib stehen! 看来他是不会让我进去的，那我只好扫荡区域，那我得先想办法进去吧。Hier schießen sie zuerst und fragen dann。还好这个地方到处都可以爬。我们先干掉那个守门的。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家伙拖进来？他在那边好像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会吗？好像会。我们就很普通的解一下，这个应该是，哎，这个是支线。哎，对，这个是支线的，哈哈。然后把这个家伙先拖进来，他在这边有点引人注意。哎，好像拖不进来，算了，不管他了。我直接去。来呀、啊，过来，快过来，我跟你玩，快过来！来啊，我跟你玩，竟然都没有掉东西。我刚刚看到一个弓箭架，我看到了，现在补充一下我的弹药。好，这没有显示哪里有人吗？哦，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等等。他现在鹰眼没有办法显示哪里有人吗？
哇塞！等一下，那里好多人，等一下那里好多人啊，好多人呐，好可怕！快躲起来，我躲。先勾引一个过来。这里啦，龙之内你。Was gefunden? Das übliche, ein bisschen Medizin, ein paar Münzen.Moment! Hey, bleib stehen! Können wir mal, 有点钱嘛。那个人是落单的，还是有帮手？冲出去上他！哎呦！哎呀，被发现！我本来想要安静的结束这一切的，是你们逼我的。哇，我是不是引起注意了？他们是不是去闹人了？那我就看来还有两只。我先走这边，先，那个也是吗？还是他只是一个无辜经过的群众？好像是一个无辜的群众，那我们就不管他了，我们就打这个就好。哦，他发现他倒地的。他发现他倒地的伙伴了，但是下一个就是你。这边有个收集品，我没有捡到。哎。刚刚看到有一个收集品的啊，不是这个，这个，在洗瓦之中，到那唯一大道可供神之使用的碗底找我吧。这是什么呀？这个应该在哪里看？紫砂草，可供神之使用的碗，黄金武士。看看。提升剑胆，近战抗袭。我觉得我需要，你不是有点困吗？你不是有点累吗？哎，不要再提擦地板了，我就想到我那个房子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打扫。下下礼拜朋友要过去，我都没有扫该怎么办？Diese Soldaten werden dich nicht mehr belästigen. Alle meine Patienten danken dir. Ah, ich habe fast vergessen, dir die Arznei vom Boot zu bringen. Bei
all der Aufregung hatte ich daran auch nicht mehr gedacht. Siva kann sehr froh sein, dich zu haben, Rabia.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nicht von deiner Rache verzehren lässt, Bayek. Ich kann an nichts anderes denken. Aber dank Amun werde ich eines Tages frei sein.项链，猫护身符，我差一点点就升级了。不是吼，楼梯要自己用擦的吼，扫地机器人没有办法那个吼，没有办法扫楼梯吼。看看哦，不行啊，你那个地板你就是要那个啊，你就是要拖过啊，而且三台扫地机器人很贵的呢。我是善假郎，可能没有办法。没有，现在是我整个房子必须要整个擦过一次，必须要整个清理过一次。现在是完全没有清理过的，敲击铁砧，要不来解一下？善假郎买善假郎的房子。一个贫穷的小狗屋，给一条单身狗以及单身狗养的狗住。我好像正在被火烧了，乖乖。他们不会还在追我吧？好，应该没有在追我。我的最终目标是不是要把这些所有家伙都弄死啊？我也没时间擦地板了。Ptolemäus Hauptmann sah, wie ich ein Schwert hergestellt habe und warf mir vor, ein Rebell zu sein. Er lag nicht falsch. Sie haben meine Werkzeuge beschlagnahmt. Bastarde. Ganz Siva braucht einen Schmied. Sogar ich. Ich kann dir nicht helfen, Bayek. Nicht bevor ich Hammer und Zange zurück habe. Und ich muss mir diesen hässlichen Esel von Hauptmann vom Hals schaffen. Ist dieser Hauptmann irgendwo, wo ich ihn finden kann? Am Fuße der Berge westlich von hier. Im Chitsche-Lager. Ich hole diese Werkzeuge zurück und kümmere mich um den Hauptmann. Winnipeg sagte, die Werkzeuge sind im Chitsche-Lager. Und der Hauptmann, der dahinter steckt, ist auch im Chitsche-Lager.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吃水饺了，所以我无法感同身受。马厩，托勒密雕像，托勒密雕像。Bei den Göttern Amun und Isis, Bayek ist zurück in Siva. 那我们呼叫一下。工具跟队长，我不爱吃水饺，水饺，该怎么描述呢？我喜欢吃面，我喜欢吃肉，我喜欢吃高丽菜，我也喜欢吃煎饺，可是我不喜欢吃水饺。综合以上，我应该是不喜欢吃。我应该是不喜欢吃水饺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斯特者，
我可以先点个。上面是我的鸟点吗？什么鸟点？观察点。有点高啊。我先点个 Bolt 自动进行搜刮，需要两点技能，算，这个也不实际，战士猎人，我该选什么呢？左右开弓，但是我为什么会需要左右开弓呢？理由是什么？等一下，这是什么？哇塞，这么酷的吗？哇哦，这么帅的吗？但我觉得我是一个近战。那我应该到，我到底应该算是什么啊？我应该算是一个，我决定我要点自动搜刮。不是水饺是煮的吧？哪有人水饺用蒸的？水饺就是要丢进锅里滚，那个才叫水饺。不丢进锅里滚，怎么会叫做水饺呢？不不不，汤饺的定义是汤饺，它是有配汤头的，叫做汤饺。没有配汤头，纯粹用水滚过的叫做水饺。所以像什么那种什么什么麻辣汤饺，就代表它的汤头是麻辣汤。所以你不会听过白开水汤饺，对不对？因为白开水就叫做水饺。所以用水煮过捞起来的就是水饺，然后泡在有汤头的汤里的就叫做汤饺。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用水煮水饺，那个水饺会泡在水的感觉。对，我就是个吃货。我们这个实况台有一半都是吃货吧，吃货实况台。哦，Der Steinkreis. W加。Nicht lange her, dass ich mit Remo hier war. 我的信仰。永远存在的甘草堆。烧麦才是用蒸的。烧麦就是用蒸的，用蒸的就是烧麦。我感觉我应该一枪先爆这个队长，不是队长，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他一枪先。刷的给他一剑。Das ist für meinen Freund。现在呢？搜刮宝藏。找一下。上面有一个。这点尴尬。Wir decken uns gegenseitig, dann kann nichts passieren. 想点火。
我已经忘记防守是哪一颗按的。我刚其实想要按一下防御。可是我忘记防御是哪颗钮。防御是哪颗钮啊？有防御这种事情吗？等一下。哦，好像是 Shift。Hey, Pia. Dein Ende ist nah.送他上西天。对不起，火器，但是我们是敌人。没有弓箭了，好吧。来呀，你过来啊，还不送你上西天。哦，不对吼，在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是相信的是冥界，我还不送你进冥界，还不送你去见阿努比斯。这是什么？Werkzeuge. Das ist alles. Bin ich. Was kann man nehmen? Ich gehe nehmen. Hat er noch? Ich habe noch.这个营地挺有钱的嘛。他完全掌握了我们这种 RPG 玩家想要收家里的那种心理。这个音乐有点像杀手的音乐。我算了一下，摧毁托勒密的雕像。托勒密的雕像在哪里啊？就在我后面，我后面。那我是不是应该躲起来射他一箭？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躲在……我是不是应该躲在远一点的地方？不然我是不是被他打死？怎么摧毁啊？Wenn du irgendwas siehst, mach Meldung. Sollen sie doch kommen, wir werden ihnen wehtun. Ein Moment. Du bist wohl schon festgelegt. Ha!
哇塞，算了，我先跑。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是先跑啊！快逃啊！快逃啊！好好好，我决定先在这边先躲一下。那个托勒密雕像的那个防御比我想象中的高啊！我决定先躲在这里，我不管了，我就躲这里。没有，这边我在解谜，好吗？我躲好了。他们没办法干嘛？我办法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们还在搜寻我，怎么办？勾引一个过来弄死他。Surprise！还有吗？来呀、啊，快点，谁还要来找我啊？没人了。后方没人，跳出去，蹲。好像没事。好，那我再来研究一次怎么搞定那个托勒密雕像。那个雕像的防御比我想象中的高，我要怎么搞定？他不是说要破坏托勒密的雕像吗？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给他来一剑啊。不然我要怎么破坏托勒密的雕像？有一只不要钱的骆驼，哎，算了，放过它。我决定我要找一个制高点。没试过怎么知道嘛？不然要怎么破坏呢？对不对？有没有能力可以让我射爆那个雕像，或是我们炸弹？好像没有这种东西。直接用砍的呢？我冲上去直接砍看好。可是有人在那边，我有点。算了，大不了就是一跑嘛。Die Statue wurde zerstört, aber nicht der Mann, dem sie gewidmet war. 我先跑一波。好像没有引起注意哦。好了，继续回任务吧。我不知道怎么收武器。Bayek, wie ist das genau? Hier ist dein Werkzeug. Dieser Hauptmann taucht hier nicht mehr auf. Endlich kann ich meinen Laden wieder öffnen. Ich danke dir. 那接下来依照游戏的套路，就是我可以跟他买东西了。Bitte, such dir doch eine aus. Mach schon, nimm eine. Sie sind alle gleich viel wert.Dieser Bogen hat eine besondere Sehne. Du kannst schneller schießen, aber die Pfeile dringen nicht so tief ein. Der Schild besteht aus Bronze und Leder. Schützt dich gut. Einige Waffen prallen sogar davon ab. Nicht sehr groß, aber dieser Schreibkorben zertrümmert wie kein zweiter Schädel. 有点难决定诶。我个人其实是不防守的。我个人其实是不防守，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手上武器最差的是这把盾，所以我应该要选一个盾牌。Vielen Dank, mein Freund. Komm gern jederzeit wieder, Bayek. 虽然我是不防守，但是盾牌我觉得。不知道如果没有防守，盾牌会不会发挥它应有的功效？太不实际了，打个怪还要拿个盾牌。我把我一些不要的东西卖掉。Verkauft. Sehr wohl, mein Freund. Du findest immer interessante Dinge, Bayek. Sehr wohl. 可能是网络比较钝吧，有的时候网络会有点钝。也有可能是这个游戏有点卡，我在想。升级。我还不升级。弓需要升级吗？先不用。买不，算了。我关一下，我把解析开低一点。显示画面，画面品质，这个吗？还是这个反锯齿中？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中，环境细节，细分区域，地形。武器，这个差在哪里？我怎么看不清出来？水体细节，木反射，真的、哦？云的品质，有的可能是，有的可能是我这边。网络的问题，我在想，我们试试看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啊？哎，我刚有那个吗？啊，不过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我们明天再继续哦，我们明天再继续。有什么情况，我们明天再试试看会不会好一点。差不多时间了，九点半左右。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明天见咯，大家拜拜，拜拜。